接下来我们要共同面对命运的检阅吧，交给我可以吗？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，所以不要走好不好？其实只是暂时的，也不要离开。帮我处理伤口，只要一在柜子里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如果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选择，我还是会选择遇见你。你不是还要找你的宝藏吗？继续向你的目标出发吧。我要走了，不要露出那副表情。我说了，我还会回来的，我会永远和你站在一起。与你共享所有的感知，为你抵挡一切伤害。所以你只要放心把后背交给我就好，我不会觉得时间漫长，也不会觉得等待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时间对我来说只是个数据单位，我也能去往宇宙的任何地方。所以只要是你在的地方，无论是哪里，我都能找到。会再见。